42年历史的新生和平天桥，经过民团发起联署的抗议，新工处与诺了今天暂缓拆桥，不过还是会先围起封锁线暂停开放通行。一早当地的民众跟学者齐聚天桥下抗议说，说到现在没有收到市府对拆除天桥的佐证跟相关数据。蒋万安回应说，会请交通局跟新工处持续沟通。 民众拿手机拍照留念，还有幼儿园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在天桥上参观。北市大安区新生和平天桥一早聚集许多人到场，把握机会做最后巡礼，因为这属于台北人的回忆，将成为时代眼泪。拥有42年历史的新生和平天桥，因为使用年限已过，市府决议要拆除，从4号开始就会封闭天桥，在现场拉起封锁线。不过这样的做法依旧让后桥团体相当不满。 当地居民和学者齐聚天桥下抗议，就是不满北市府突袭市公告拆除。毕竟除了承载城市记忆，居民也认为天桥可以保护行人安全。要先想想看，为什么会有天桥存在？我们要考量的是交通安全，我们要考量的是分流。地下这附近有多少安心班？我更希望他们怎么过红绿灯。在拆除上，我想是有助于行车安全。那我们的配套还是有的。 就在和平东路新生南路交叉口，和平新生桥含金量超高，是众多电影 MV 拍摄场景。不只有过天团五月天加持、李安电影《饮食男女》、杨德昌代表作《一一》都曾在这取景。虽然在民意反弹下，市府同意暂缓一天拆除，但反拆团体直指市府未善尽沟通，至今都没有收到一些正确的，就是关于市府要拆除这个天桥的佐证。 任何数据资料完全没有收到，都还是会请交通局、新工处等单位持续沟通。天桥上到处都是抗议布条，留言板上贴满密密麻麻便利贴，希望不要拆除，怎么米平居民怒火和满足安全需求，持续考验蒋市长市会。记者夏君成、黄欣采访报道。